智泰 SII 是结合自动化光学取向、瑕疵特征萃取以及人工智能辨识的产品。本期视频将为大家带来 SII 在纺织领域的应用。左方的实时影像中显示我们正针对瑕疵布面进行取向，而右方主接口分为左、右、下三个子画面，左画面显示了实时取向的结果，右画面显示我们透过 SII 强大的运算能力，近乎同步显示了检测结果，并将瑕疵缩图显示在下方画面。在过去，自动化光学检测无法解决瑕疵灰质与背景灰质相似的问题，纺织瑕疵检测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。然而今天，你亲眼见证智泰 SII 透过人工智能以及瑕疵特征萃取技术突破了这个瓶颈。未来，你将会在各大纺织厂中看见 SII 的身影，纺织业也将全面走向智能检测的时代。我们将不必再仰赖经验法则以及没有统一标准的人工检测，而是以 SII 的人工智能为各大纺织厂订定专属的瑕疵标准。智能检测的路就在前方，而你可以在此刻与智泰一起启程，准备好与智泰一起迎接智能检测的未来吧。